修佛，小乘佛法是基础，大乘佛法那就是我们的目标。我们说自度度人，把自己度好了才能去度别人。所以我们有的佛友出去度人的时候，跟人家没讲了几句，人家讲的比他还会讲，他最后听人家讲了，最后人家说你来度我呀还是我度你呀，什么都讲不出来。心灵法门是什么？他说心灵法门是小房子。开什么玩笑，台长跟你们讲到这里全部都是佛理佛法呀。小房子是让你们还债的一个基础，一个物质的东西，真正的是靠你们的心来改变人间的一切罪障和罪恶呀。台长告诉你们，去帮助别人，这个就是佛法的次第。因为帮助别人，你必须按照这个次第来做，首先先帮助你自己吧。你今天要去教育别人，先看看你像不像一个菩萨吧。你自己都做得不像菩萨，你怎么能成菩萨呀？想一想，坚持修心，所以才叫圆满次第。自修成功，度人一定会成功。胸中要有佛，思维要有道，你的言之才会有理呀。讲道理讲得出来的人，胸中都有佛法的。如果一个人不懂佛法，犹如失去了一个本性良心的人，他只能在人间随波逐流，所得人间的一切均为水中捞月呀。想一想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有时候眼睛看见的并不是真实的。有一个孩子大概十七八岁了，他一看见水中有一锭金子了，在水中他不知道，他就这水里面怎么会有金子的，他蹦跳到水里去想去捞。好了，你们知道的效果，他爸爸就告诉他，孩子啊，这个金子是在树上，它是一个倒影啊。我们人也是这样，我们眼睛看见的东西并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，很多东西都是虚幻假的。当你去争名的时候，实际上你失去了名了。你这个人从来没做过会长的时候，你一直受人尊敬，但是你做了会长了，你争了这个名了，等到你被人家挤下去了，你那个时候失去了这个名，是不是你要名就失去名了？你拼命的要钱的时候，大家都不理睬你，知道你要钱不要脸的人，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失去了钱财？因为没有人缘就没有财源，没有财源就很难团圆的。所以台长要你们懂得，这一切就是在逆境当中考验你们的心态。学会驾驭自己的心态的能力和经验，就是我们学佛人最初的基础。台长跟你们讲，学佛要成菩萨，心中要有大目标，宵夜受果也敢挑。学佛没有大目标，忧愁烦恼压弯了你的腰。人吃亏不算亏啊，失掉人生才是大亏。人吃点苦不算苦，进了地狱那才真叫苦啊。记住，能让你们慈悲，能教你们学佛的人就是圣人，能教你们记仇的人他就是凡人，能教你报仇的人，这个人就是恶人。所以你们天天在度人，你们就是慈悲的圣人呐。